昨晚第十一届中国广播影视大奖电影华表奖颁奖典礼在北京拉开帷幕。本届华表奖适逢中国电影百年华诞，规模空前，新老影人齐聚一堂，嘉宾超过260位，堪称近年来国内影视活动星光最闪耀的一次。众多明星盛装打扮，纷纷走上红地毯，令一旁观众惊叹不已。而赵薇的黑色露背晚装以及章子怡的黑白低胸小礼服更是惊艳全场。成龙大哥也作为嘉宾出席了华表奖。很开心在这边可以参加我第二次参加这个华表奖，我希望这个华表奖越办越出色，越办越有公信力，而且也希望所有的现场观众们还有电视机的观众们支持我们中国电影。与27号举行的电视剧《飞天奖》一样，本次华表奖几乎每个奖项都有2个以上获奖者。优秀男演员由吴君、濮存昕获得，优秀导演则由李陆川获得。而此前被爆炒的赵薇、章子怡对决华表奖的局面也没有出现，两人并不血刃，共当影后是在皆大欢喜。我觉得很好啊，这样子，因为我觉得他也是一个很棒的演员，因为我看他演的一些电影，我觉得演得非常好。今年是中国电影100年，然后华表奖我也从来没有得过，所以对我来说很重要，也很有意义。凤凰卫视北京报道。